人缘，不是欢喜多不愿，你对我做想心愿。孙我离我小也远，他如雨点了尘缘，我把好坏皆一缘，慈悲像最近来说，多亲好朋友早安快乐。这段时间是咱出天必成功的人所提供的节目，在咱收音之声调频广播网89.3做着播出。咱在空中来结善缘，所以咱的节目定名叫做《喜结善缘》。然后需要服务，唔免客气，现场开放一线电话5966449，但是外关机要加05才拍会通哦。那咱的姜子是伫婚姻馆大陂乡三吉村中陂16-52号。咱的道亲如果若是有需要服务，要寄送，啊，就是咱的香品啦吼，啊，是虫草王，啊，是要结缘的金盖丽蜂胶牙膏。那为咱所提供的这个节目，嘛非常感谢大家。啊，咱那要报人收听，会记哩吼，咱来甲讲吼，新婚林之声调频广播网是调频的。唔是调符的，啊，有个人甲报无好势吼，啊，调符的一直吹啊吹无，啊，咱若如果讲吼，频率甲报清楚，自然伊要准的较好准的吼，啊，咱即马拢有迄种直接对影像的89.3、89.3，啊，就是讲数字的啦吼，加真方便，伫网络来收听也好，吼，啊，是讲伫慈天必胜宫的网站，啊，是伫咱。新闻之声听了感觉，嗯，这个节目有建设性的吼，讲心灵吼，伫、哦、这个心灵改造。来，咱即卖先来听歌，《弥勒救苦真经》。东来大藏经，念起真言归佛灵。世不归去，命无坐落灵山地，念过应尽苦三生，落在中团三心地，待情思穿往头心，天真修愿化成佛，等待时机点心平。云蕊尽开无寄托，天下心归不安宁。在人天中化庙，求人生到归上生，天花路庙翠玉山，修观现化在菩提，咱把两经连中相，云观菩萨在。山间对阿东，天地未想归家去，凄凉东来弥勒经，用心凄凉苦代求，多多金。
想人生世代别用情，向你点滴化成金。音乐真好听吼，啊，听一段呢。来，拄只陈师兄有拍电话，讲要点播，然后菩提心运，等下再给你做安排。咱人讲有这个命，啊，咱唔只有这个啥，有这个身体，啊，甲有这个吼修学。咱定咧讲修命，命就是咱人肉体存在人间时间呢吼，长还是短。活着这个肉体跟灵魂，啊，所以咱常咧讲，啊，命命是吼，上天赐予咱的父母父亲无限给咱的，但是咱爱去甲调养，爱去甲保养。你要伫这个世间活较久咧，活了较透棒咧，你必然爱先了解命，你会晓修命，啊，咱时间就会较久。哦，所以人有的人你讲，这网络哦，你讲一个人食到258岁，258岁。要讲起来吼，为古早吼，为古早啊，偌古早，对清朝时代、明朝尾啊，都较差不多是为遐直直活活到今嘛。你甲想，258岁是要安怎活？哎呀，食是足简单诶，啊，食是足简单诶，人颠倒活搁较长。所以咱讲人呢，吼，人无命就无法度修嘛吼，啊，这灵魂嘛是需要呐，需要借着肉体来世间，吼，啊，咱唔知我都是体悟人生。啊，要改变思维，要改变人性，吼、哦！啊，提升灵魂，啊，讲人，我就食到250几岁，过下吊带安尼吼，拢无代志。人也养生呢，吼，就足简单嘞吼。会当食物件，伊拢是用大自然嘞，吼、哦！啊，过来就是食少，啊，靠运动啦吼。伊讲日头是上介好的能量，晒日头唔通惊晒日头，讲晒日头，卖过分的晒，使咱的筋骨嘛是需要一头，过来讲综合作用真重要，所以就用大自然去养伊家己的肉体。啊，这嘛是爱有这个智慧，伊对这个寿命内底，对这个命宫内底去参合到真正有透彻，伊才有都活到250几岁了，258岁。迄经过几下朝代安尼战争啦吼，所有的咱讲歹的啦，所拄到的，伊拢有拄过啊。安尼人竟然人无要紧的吼。咱即卖人命切切啊，吼，18、19岁、20多岁、30多岁，吼，伫吊重症的啦，吼，啊，坐伫轮椅伫互杀的。所以讲人即、這个生命，咱要会当呢，吼，活到卖讲像人讲啊250几岁啦，你上无8-10岁，应该是无问题啦，吼。所以咱较早定讲，人的命吼是重气啦，吼，啊，重气你就是爱靠即个气去维生。啊，咱人呢吼无即个气。所以讲，人呼吸这个空气啊，咱即卖空气嘛，品质嘛真要紧。像即卖你讲大陆迄边啊，定飞一挂吼，咱讲空中雾沙沙迄种啊，吼、哦，这呢一挂囡仔你看，气管较无好诶，目睭较无好诶，啊，迄个目睭呢，讲安尼喵喵啾啾，直直甲落，直甲落，落甲视网膜，歹去迄囡仔煞青眉，吼、哦，啊嘛有因为气管，所以即卖人拢会讲，啊，咱若要去倒位啊，吼，咱着归去，吼、哦，口罩甲戴咧。安尼较安全啦吼，安尼即马讲气管，气管写来歹，囡仔出事就去
拢在吸收这种歹空气。啊，这种歹空气，你也想安尼，你甲看，你要看讲啊，天顶安尼吼清清的，有时啊吼，无咧机会去看到讲天顶清清的，啊，空气真好，啊，吸收了呢，感觉就袂歹。所以咱人咧爱照这个气，你才有多延长寿命。咱免落去炼精化气，经由修炼的方法，啊，使咱的身体。哦，使咱的身体会当安怎？会当产生迄个热能。人讲精是水嘛，啊，心是电啊，所以咱讲，咱要用什么方式来让咱的身躯生活为气？吼、哦，啊，要用什么火来煮水？吼、哦，啊，来产生咱这个蒸汽。你讲啊，都看要插电呢，啊，是要用火炭行，还是要用个树火来行？不是啊，咱即摆咧讲的是讲内底啦，吼、哦，内底迄个精气，你要给伊有迄个精气的能量来产生精气，来产生吼、哦，咱讲炼精要来化这个气。啊，人呢，就是咧讲到这个精气神，伊即我都活遐久啦。啊，你免落去炼气化神，啊，炼精化气，哦，这就是咧讲啊，今仔日咱呐，如果讲精气神有，迄、那个气有，啊，咱个懂得养生。啊，恁伫这世间过活几年，应该无问题啦吼。啊，恁人就是因为较扳担，养尊处优啦吼。啊，讲晒日头晒一时啊，咱嘛唔啦，做工过伤忝，咱嘛唔啦吼。食歹咱嘛唔啦吼。啊，你甲看，那食上九十岁、一百岁，你甲问，伊拢是食番薯药啊，食啥凊彩食呢吼。啊，伊讲身体唔免互伊食伤好，食伤好呢，阴性的东西吃太多，反而啦吼，累赘啦吼，是丰富。营养伤丰富，对咱的身体嘛一种负担。好，啊人啦，安尼你甲看，山丘的人吼，你甲看乌，咱甲看，你看乌青目明，老大人有无吼？啊，你也看伊讲，哦，安尼耳孔真来，啊，看啊精气神真好，行路安尼下下叫迄种啊，你甲看，伊咧食物件绝对是无油炸的啦吼。但是人伊都会啊注重大自然的养生。哦，我刚才看网络咧写258回在赞叹的吼。对明朝尾啊，第二路啊，安尼吼，咱若讲安尼甲算，甲今嘛，咱嘛才200多年，吼、哦，啊，咱那清朝甲今嘛，啊，甲民国、民初甲今嘛，你甲想，要食到200几岁，真的是无简单啦吼、哦，真的，人瑞中的人瑞啦吼，啊，咱干呐看，唔学，安尼嘛无机会啦吼、哦，人当时咱就替人拍鼓啊，替人赞叹尔，你讲是毋是呢？来，昨下咱西丽吼，咱的若秀师姐，你讲没想哦，你真够有放一块好经片，袂歹听嘞吼。今日你闹伫山顶，即马就甲你哼歌啦吼，听看卖嘞吼，讲一句孝道全家安，好经片。天地忠孝，孝道先，一个孝字全家安，孝顺人生孝顺子，孝顺子弟必定贤，孝是人道第一步。孝子舍世节为先，自古忠臣多孝子，温选贤臣积孝廉，尽心竭力孝父母，孝道不独讲食穿，孝道贵在心中孝，孝亲亲戚莫讳言。
好，人间不失孝，回心复孝天理还，诸事不顺因不孝，怎知孝廉感动天，孝道贵顺母他苗，孝顺不分女强男，福禄皆由孝而得，天降孝子令眼观，人人拢可孝父母，孝敬父母如敬天，孝子考来有孝义，孝父面上带孝颜。过年搞啊，有气氛啊，吼，有一点啊过年的气氛。啊，咱的朋友吼，过正十天呢，吼，啊，就年，咱讲年节已经搞啊，吼，啊，新年头，旧年尾，祝大家发财横兼发家会啦，吼。啊，那是有迄个姻缘机会，大家步步高升，互恁老啊厝买几啊间啦，吼。啊，今过年祝大家拢会当行大运，事事吉祥平安。拄则咱听即块孝经篇。安尼嘛讲，啊，到底是安怎才叫做友好啦吼？来，这有一对母仔囝的对话啦吼。啊，讲透早爬起来，因老母就甲讲：“某咪人啊，我甲你讲哦，下早起吼，我要来去拼番薯啦吼。咱较早番薯拢爱种啊吼，爱去拼番薯就爱拼起来就爱担嘛吼。啊，你爱甲来家吼斗担番薯哦。”哎，老的吼，即马吼，即个脚头乌拢无力啦吼，啊打袂赢呢吼。等下吼，我来番薯啊，那拼拼的，你都爱来斗打等下呢。啊，即马即个因即个囝就讲无啦，阿婆你家己去啦。吼，我下早起真无闲啊呢。啊，因阿婆就甲讲，啊你啥来无闲？啊你是要创啥？伊讲吼，我要去甲吼，迄个隔壁迄个阿狗啊整理行李啦。伊吼下礼拜吼得要搬厝啊。嗯，啊，你先啊，那对伊遐好啊？呢，因老母讲，嗯，意思就讲我恁老母了，我那食遮济岁啊，吼，啊，那要来去拼番薯咧，哎，番薯你又看规条都那蛋壳壳，啊，都脚头无，那都担袂赢，啊，你来甲斗担一下吼，啊，那遐番薯担担等伊嘛嚼掉啊，对不？因老母甲叫伊唔咧，伊讲无咯，我今日拢无时间呐，喏，我要来甲阮朋友斗整理行李，下礼拜你要搬就对，我来甲斗整理行李。因老母啊讲，哎呦，啊你先啊那对伊遐好，伊讲阿母啊你唔知，你较早你唔然讲有人情就爱讲报答，啊伊是到底是乎你啥物人情？伊讲阿母你都唔知咧，我若去吼做工课的时阵啊，嘴大，人伊啊灌汽水的时阵吼，一半摆啊，佫会分我啉了。啊你唔是甲讲吼，咱若欠人人情，就爱行人，爱讲报答。啊我即马来报答伊人情，袂得要搬走啊呢。因老母啊才怎样吼，嘴塌咧，咱咧饲。饲伊个二三十岁了吼，安尼脚头无力，要叫伊来担一下番薯咧，吼、哦！啊，人伊甲咱讲吼，要去报答因朋友的人情咧。啊，因朋友的人情是一半摆啊吼，那啉汽水会分伊啉，啊，这个人情会较大恁做嘛？安尼哦，安尼饲你二三十岁安尼，啊，担番薯担袂啊，叫你甲斗担，啊，你唔？啊，人讲吼啊，饲汤袅袅嗦，饲囝无功劳啦。因母安尼吼，迄畚箕啊担咧安尼，哪担哪念讲，啊，饲囝
哦，饲汤娘要说饲囝无功劳，人安尼一杯啊汽水吼，伊安尼人就要报答伊的人情啊了。啊，咱安尼为寒腹肚啦，包括生啦，讲生啊，加酒坊生疏四地方，对细人都甲你洗洗六尿啦吼。安尼，啊，咱竟然讲安尼大汉子大未赢，叫伊来斗大汉子啊！人伊根本要去报答吼，三不五时啊吼，请来啉汽水的朋友咧。啊！咱照三顿咧煮哦，这也拢无讲安怎，你就对啦。啊，咱即话讲，哎呦，还有定义无？吼、哦！俺、啊、朋友是下礼拜就要搬走咧，吼、哦！啊，今日老母若讲要叫咱去担粗重咧，替迄老母啊担一下粗重，担一下番薯，家己嘛食有着，应该是轻重缓急。你爱去啊，老母啊遐物件甲担担顿啊，你后尾要去甲，要去甲朋友斗整理嘛，嘛才有意思对吧？这就叫智慧问题啦，喏、哦。啊，人刁滴啦，吼、哦、刁滴，伊咧讲话就直接的啊。但是吼、哦，咱即卖讲这吼、個，咱的道亲讲啊，即卖少年人先啊好，这个好哩，颠倒摆，吼、哦，咱拢等下食老再要甲以后，食老也食袂济啦吼、哦。等你食老再要甲以后，反正你等甲你趁有要等甲以后，你知影以后这个啊要做啊吼、哦。我甲你讲，反正是大人无时间无机会好等你，要等你食一顿啊好，要等你一个关心啦。你都错过了孝顺的机会了，吼！种必先孝为先呐，唔知影有孝个介可能。莫怪因阿母话咧讲啊，饲汤喵喵说，饲囝真正无功劳啦。好、啊、来，陈师兄说点播。咱就要先甲献歌。人人心系菩提心，智慧为心，慈悲为戒，不贪了给心念清净，修行尊敬无碍道理行。菩提心是情，菩提心是情，菩提心是心，菩提心是情。时时刻刻是持菩提心，护一生圆满一生。人人修持菩提心，不贪了
提醒事情，菩提心是心，菩提心是情，时时刻刻是持菩提心，护你一生圆满一生。进广告，慈莲毕生工作感谢香品香油款速茶贡末小盘香普莲灯，咱讲这对灯方便阁好用，地灯阁自动熄火，咱有安全设计。啊，所以讲咱也是有咧找教拜天公啦吼。啊，咱讲都爱去买一对往来蜡烛，啊，即嘛点啊点无吼完，啊，咱就去甲分哦花，啊点光明是要照光哦。啊，咱如果讲用普灵灯上方便呐，啊，你就讲油天哦，天三更无油，伊自动就熄火啊，免咱用嘴去甲分的话，去用手去甲下落花，啊，佫安全。有的人吼、哦，心性拢是啊，伫个三楼买啦吼，有的人甚至于吼、哦，加盖的都很高。啊，佮咪个点哦，这个灯如果惊讲咱那边东西也无去哩顺，安尼唔在危险无？啊，所以这对普灵灯有这个吼、哦，咱讲安全设计，地灯的自动熄火。啊，伊个灯油呢吼，吼、哦、啊，甲这个灯，伊是分开的吼、哦，所以讲吼、哦，咱袂讲吼，啊，因为热度伤悬，因为咱的灯袂讲啊，直直倒伫倒倒落甲下面吼、哦，啊，变成讲吼、哦，热度伤悬，啊，伤悬了，咱的身倒顶定下倒甲一只乌乌啦吼，普通灯是灯油甲灯芯是分开的，啊，所以讲，哎、欸，真安全啦吼，啊，杯也是冷的啊，啊，所以讲伊个气，吼、哦，啊，咱讲。袂讲啊，像咱一般咧买往来啦，就讲啊，都一直油心直直点直点点较底啊，吼啊，即马佫倒较白个，哦，啊，就是有危险性啦吼。啊，咱这是油心伫顶悬，啊，油杯啊伫下面，啊，所以讲伊是照这安尼，吼啊，所以讲伊个是冷的，完全的袂有甚物伤害。啊，这不倒顶的，你也免烦恼讲啊，咱咧点往来啦，即啦吼啊，叫倒较叫白个吼，啊，热度伤悬啦，啊，产生危险。啊，咱个吼心性拢吼，啊，咱一般吼，咱讲啊神哦，都爱财路管如何嘞吼。但是咱讲财路管如何，是看咱个厝个格局啦吼。啊，若讲厝个楼卡会当拆个，拆到楼卡方便咱个子孙来去拜拜。啊，所以你也看哦，啊，咱定咧讲啊拜拜定丢人嘞，就是拢什么人咧烧香点火，就迄个人咧烧香点火，讲拜拜定丢人，福报拢个人咧得啦吼。咱个囡仔呢，真少有机会去你顶馆拜神明拜公妈。所以愈悬啦吼，咱的神的离咱愈远，公妈嘛离咱愈远。为什么咱要去你拜三世有尊啦吼？咱就卖讲，咱讲安全就好。吼、哦，咱要用这对普灵灯，就是咧介绍你安全，介绍你好用个安全。吼、哦，啊，咱呐如果讲有要请吼、哦，咱平常时啊，咱就要请灯光，啊，都然后咧拜大神啦吼，爱东空接待啦吼，啊，都来拜三界公啦，是拜天公生啊，拜天公啦吼，啊，是讲拜较大神下平安。咱这对灯平常时啊，要用你就甲用，啊，若无咱甲请收起来嘛，无要紧。时间到，咱就油甲添落，啊，咱直接甲点。吼、哦，拜拜了，咱搁甲请灯啊，不倒灯拢无要紧。伊最主要是安全，咱即马甲咱推荐这对普灵灯了吼。咱的香香款速查公布，会使讲是一二十档伫电台，吼、哦，开始咱头前做公益的，后壁面呢都咱的九天母娘降世这配方，互咱做香，甲即久来吼、哦，咱已经是。吼、哦，有一二十档的这个介绍的时间，所以咱免甲讲啊，主任必须叫我香到底有偌好，每项干呐强调一项，唔是芳水香，唔是化学的，是纯天然的。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天然就是啥，就是拢用青草加咱的龙脑加咱的一挂中药安尼配做伙，所以咱的物件吼，得、哦、点未产生污染，啊嘛未有产生吼这种重金属、芳精色料的危害，所以咱的点。好、哦，心性咧偏有能量，人咧偏阁无伤害，所以咱咧香单纯伫遮吼，三斤一千块加现金，俗阁好用。甲咱介绍着慈莲毕生讲个香品。那么年底啊吼，咱若初一十五啊，都想要对遐拜拜，还是讲为初一甲十五，咱都要去甲心性吼来结缘。新正年头啦，咱讲新正年头行村拜庙吼、哦，所有心性甲咱缘有也是地方个庙吼，咱若甲摕这个供物。啊，所以讲一斤一斤，
吼，安尼用只红纸甲打咧，啊，就只某某地主专家敬献，安尼就好，甲摕来做盘手，吼，安尼嘛，好咱的心性会当偏胖，啊，佫会当吼即个能量，啊嘛等于呢吼，一方面来扶持咱的节目啦吼，啊，所以讲烧香，吼，咱会当呢甲做盘手啦吼，以上是咱香品的广告。啊，咱就需要服务免客气寄送。咱用这个电话甲注文就会使，5916045，我关切的朋友再加05感恩。来，以上是广告。来，咱即马即块雷山老母吼，是咱的林师姐所点播吼，咱嘛赶快来个献歌。阿、啊、长呢吼，咱。秀水吼，做咧顺性灯，啊，就是讲灯幽灵吼，这个点灯吼，就是太岁、安太岁、红安太岁，一天的这个吼，啊，咱讲红安太岁可以啦吼，啊，圆满啦吼。那么赶快顺祝咱所有道亲好朋友啦吼。咱讲太岁星君吼，伫咱这个太岁运年，对咱的这个流年献刻吼，啊，咱若个安太岁，表示咱尊重伊啦吼。啊，所以讲对冲太岁是咱的相土的，吼、哦、啊，咱也是今年吼、哦、咱做楼主啦吼、哦，意思就讲啊，我第二太岁，啊，我都相家就是你做楼主啊，吼、哦，咱个洪安太岁，太岁光明，然、哦、后来照下咱每年这个流年运途啦吼，会当顺时平安。故事的时间啦吼，咱讲听故事，讲道理，有时安尼，咱的朋友吼，听咧喊咧，听咧喊咧，啊，都袂记哩啊吼。讲故事呢，来启示啦吼。咱的朋友呢，茶余饭后啦吼，咱了来讲，较早我有听迄梅香师姐咧讲一个故事，袂歹，袂歹，袂歹。安尼咧，咱嘛是安尼互相安怎，茶余饭后呢吼啊，
会当讲来大家修。诶，咱要讲来讲吼，那是讲着一个较励志诶，我们可以去什么样？修整自己啦吼。啊，讲一寡呢吼，那比较较新鲜传奇诶，啊，咱嘛较会去了解新鲜啦吼。所以讲新鲜嘛，有历史背景啦吼。一个人伫这个世间呢，绝对有伊诶先天甲后天所连贯诶运命就对啦。咱即马要来讲啊，这个故事，咱诶朋友，啊，你耳孔嘛干扰来，未歹听哦。往较早吼，有一个少年人啦吼，啊，就二十外岁啊，尔哩，啊是安怎嘞吼？他诶呢，这条魂嘞吼，飘啊吼，二十外岁囡啊，啊为什么这条魂呢飘落个地府就对了吼，死去啊？那阎罗王呢，都该问啊，到阎罗王面头前呢？啊！阎罗王看这个少年人，那二十几岁呢？为什么呢？吼！啊，这条魂都飘回地府来，还是什么原因死的呢？查看卖嘞。西施婆一个个查讲，这个少年人的岁数应该有六十几岁年寿嘞哩。一生呢，吼，嘛应该呢，还有淡薄福报嘞，有差不多呢，吼。迄个六口加加起来，应该伊赚的钱有差不多一千两黄金就对了。咱人要来世间出世吼，有甲咱的天苦做官，乐苦做官呢吼，领福报落来呢。啊，这二十外岁啊，这个少年人呢是安尼打波波的这条魂啊，来到这个阴间是那打波波。你阎罗王甲问讲，你安怎死的？伊讲啊，饿死在路边的。啊，你七少年、八少年也无破病，为什么饿死在路边的？讲阿仔，少年人我应阿仔，好。阎罗王讲，我查看嘛。西施婆一个病讲，这年寿我个六十外嘞，一世人呢，为这个吼落苦者都完那天造地府，都拢拨落苦好伊嘞。听我一世人听我赚一千两的，应该都有福报嘞。为什么这少年都去要饿死了对啦？这阎王就想啊嘞，敢会是灾神哦？甲这条哦，乌去用就对啦。意思就讲吼，这财神应该送苦人，人这都人讲未生主生，生主死无唔对。不过伊六十外岁岁寿嘞，吼、哦，啊，刷落去呢，伊还佫有一千两黄金，又甲天主、落书、地府、落苦拢有领啊，民书、落苦拢有领啊。为什么这个人饿死在路边啊？这条魂呢，走来到这个阴间地府呢？啊，佫岁寿还袂够呢？咁咪是迄福报这条吼，去用灾就对啦。咁咪是即灾神甲恶用就对啦。啊，所以就调灾神来问。即灾神咧，甲即个阎王的面头前啦，吼、哦，伊就该讲啊。伊讲我看即个人的命格内底有文财就对啦，吼、哦，应该呢，伊这条钱呢，啊，为对赚，吼、哦，就是爱写文章啦。伊若是有认真去读册，写文章就会发达呢。啊，所以讲伊若写文章哪会发达呢？伊这千两的这个黄金呢，我都甲交互上，我都交文曲星啊。所以这个囡仔出世了对啦。这个母仔又讲，啊，这个囡仔出世都有你啊这啊对吧？不过伊这爱读册啊，吼、哦。应该是爱为这个文呢，即下我都去赚到这个钱。咱虽然啦吼，每一个人拢有去甲咱这个吼，啊，咱讲天造，啊，咱的落苦做官，甲民书地苦做官呢，拢有去甲领受咱家己呢，累生累世所累积的，而这个福报呢，有通赚偌济钱就对。但是你若来换一个世间出世哦，你就是爱安怎？那你就爱遵照啊吼，咱的这个后天呢吼，开始就爱会晓去做咱的事业，这个钱你也赚得到嘛？绝对不是你啊，偌白白对啊，天公就送钱予你啊！啊，即马这个母仔呢，看讲啊，这个囡仔呢，伊的这个吼文章有领文笔的，这个钱呢，应该是爱为文章吼，看是要教书，啊是吼要做老，啊要做一寡吼，咱讲文学写作。安尼来遐趁钱嘛，所以就将钱呢交代予这个文曲星就对了。这个文曲星呢吼，交予伊啊，这就无个代志啊。这阎罗王呢，就甲这个文曲星呢叫来问啦。这文曲星吼，就讲啊，讲这个人虽然有文才呢吼，但是生性好动就对了，册桌啊坐袂掉，
哦，册都啊坐袂掉，读册呢哦坐袂掉。虽然有领有领文笔啦，吼、哦、啊都领文章，但是呢，吼、哦、后天好动啊，生性好动呢吼、哦，啊所以伫文章上要发达呢，应该较无可能啊。啊所以我就交互，搁甲交互迄个啥，从这一千两黄金哦，搁甲交互这个啥，迄、那个啊咱讲文曲甲交互这个啥，交互武曲啊。伊讲哦，这个囡仔文韬不可能。起码有可能是武略了，才能够得到这笔钱的，对。到我都直接赚钱啦，所以就甲文曲星就甲交啊武曲星。这武曲星呢吼，这条钱交来甲武曲星的时候，这囡仔已经十外岁啊咧。十外岁的时阵，甲看啊聋不聋？讲文无文咧，啊你讲伊好动，唔过干那偷鸡摸狗咧，头壳用唔用得好诶，唔去练就对了，唔去真正真才实练就对了。啊、所以阎罗王呢，把这个文曲叫来问，吼、哦，啊，把这个武曲嘛请来问，拢个调来问。伊讲啊，这个人呢，虽然啦吼，文韬武略啦吼，拢总有啊，但是呢吼，就是安怎懒惰啦，笨蛋，头壳未歹，人较早人咧讲，啊，你找是头壳较正偏，看你头壳都未歹，啊，不过吼，拢想遐有诶无诶，有领文笔落来。啊、但是呢，都唔爱认真读册啦，吼、哦！啊，你讲要练武，啊，练武你嘛得要正经啊，你唔知我都去练武去练功夫啊，你唔知我都伫这个武宅当中呢，吼、哦，去出人头地啊。较早古早人是哦，文官武将啊，对不？啊，但是呢，伊都生性好动呢，吼、哦！啊，做代志不专一啊，啊，佫懒惰了，对啦。啊，所以吼、哦，这个武曲星甲看看啊，无希望啊，佮十八岁啊，你，吼、哦！文呢也无就对了，人讲跳未上时，硬未上地啊。文呢也学无半撇，嗯，啊武的也半段学啊，你啊单单这钱是要安怎？所以就甲交代哦，获得精神啊。啊，即嘛呢吼，这个武曲交代完毕啊，就走啊嘞吼。啊，这个阎罗王他甲摇摇讲好，到这个获得精神啊，我调获得来问，即番就换调这个获得精神来问啦。文化讲啊，这个人是安怎样啊？都有这福报，是安怎他会饿死在路边呢？吼！啊，这个吼，福德正正，他个叫叫讲哈，实在是有够撩人呐、啊！我想讲哦，啊，伊都吼文的也卖，啊武的也卖，啊老爸啊都放一挂残哩，吼、哦！啊，你若想讲吼、哦，这钱啊，嗯，应该是爱伫这个钱，吼、哦，是咱这个吼龙来金龙呢，吼、哦、来谈呢，所以我就将伊这吼福报呢，吼、哦，甲栽种里对。个财政伫因老爸老父伊个几分地啊？嗯，啊，结果我也知讲吼，这个人呢吼，竟然是不孝不顺的吼。康有呢吼，伊个天命就对，康有伊有这物件，但是都唔是去唔去用，唔去运用。因老爸死了后呢，这个残呢，伊就是唔去耕作啊，连做都搬断就对啦，唔去耕作啦。啊，所以讲哦，啊，我甲伊个福报呢，就是甲放伫个老爸田呢，互伊家己去变啊。自然呢，伊若变，伊就来趁钱，趁钱就会当安怎？趁钱就会当累积伊个财富嘛。吼、哦、啊，伊个一生呢，黄金个福报就是伫只田啊。啊，若无你讲无呢，也无法哩，啊，母个也无法哩，就是做田尔。结果做田啊，做甲不得不辞了班段去做。老爸老母死啊，啊，自然遐内底牛村食完啊，内底老爸老母留落来遐牛呢？吼、哦，食了后，伊都唔愿意去骨啊，唔愿意去种作啊，啊，当然啦、啊，破病饿死啊，哇哇，安尼叫饿死就对啦，一支枝头都无去动就对啦。最后吼、哦，这个阎罗王嘛无可奈何啦，判了吼、哦、两字，叫做活该啦吼、哦。那么啊，这个人还够蠢哦，这好宝贝喏，伊就甲胶底啥，搁甲胶底裤都断去。伊讲安尼无材料谈，无材料用，安尼好啊，甲教课教课，后世地人再搁讲啊吼，然后机会搁出世做人再搁讲啊，这种个教导等就对了。所以咱人吼，如果那是讲有搁较大的福报啦吼，你若唔肯踏实勤劳工作啦吼，也是无路用啦。如果唔肯动手去做咧，就是讲吼，黄金讲，甲带伫恁兜门门口啦，啊人啊人。人家想讲哦，啊，你若会骨力啦，哦，会去变啦，反正叫你变掉。啊，你黄金带来产的，你也无去变嘛，变袂掉的吼。啊，所以人讲吼，勤会当安怎？
就会当得啦。啊，所以讲每一支枝头呢吼，拢是达这个千两金万两银啊。所以人讲勤勤劳呢，自然都收获了，对不啦？人若是有勤，都会收获。那我们想呢，要讲这个，咱的朋友听一下。咱讲咱呢，咱今日的天造地哦，咱讲天造六合，命数六合有无？有，这确实的哟、哦。在咱的寿星经内底都绝对有。吼、哦，咱人呢领落来这个，吼、哦，咱今日有领落来，但咱家己有迄个能力，遵照着咱后天的这个打拼教育，自然你所要得的都有。吼、哦、啊，但是咱讲领落来教导落来。然后有借有还，再借不难、哦啊、所以希望讲，咱讲念落，这落课都是借的，甲天造落书啊，咱的命书地课讲借落来。后来世间呢，吼、哦，咱有落来了后，咱有咧做，啊，都有中，还是讲咱运道较无好，吼、哦、啊，咱今日来咧教落课，头一个伫教的，迄个都是拢辛苦，第一次啦，吼，第一次叫还苦啦，吼、哦，所以有人无了解讲，啊，我来补课都一定有财。第一遍咱就讲啊，就补财库唔对哦。第一遍就叫行库，吼、哦。第一遍就是讲，咱要落来出世有人照，哦，咱今物来世间有能力啊，咱爱先甲这个吼库、哦、先甲交倒转去，就是讲照的先行啦。然后咱有能力去做生意，咱也感觉讲啊，都做生意财较不足，吼、哦，啊，咱再过来甲添，吼、哦，再来靠求玉帝慈悲三观大帝。吼、哦，啊，咱都大手大眼啊，咱需要有遮大大福报，咱才有工厂咧运转啊，是讲咱咧做生意咧创啥，咱赚人个钱才会到啊，赚个钱才会来。吼、哦，为着要咱个钱，吼、哦、钱水较活，所以咱过来靠求啥？靠求，吼、哦，即马头一个迄个叫做，咱俩讲个头一个叫做辛苦，第二个则叫做补苦，第二拜叫做补苦，第三拜叫做添苦，第三拜叫做添苦。咱若做需要的需要，也是讲咱原身本命吼较弱吼，啊，咱的财源较无，也是讲咱家己本身的吼啊，咱的这个寿星落库较欠，啊，所以讲咱的这个命宫内底较多灾多难，吼、哦，这咱拢会再求啦，吼、哦，会再求求补了对。啊，你若如果讲是累世的这个吼祖先拢欠人的苦了对啦，拢总欠，拢唔捌补过，拢唔捌交到当行人，就换咱的补的。头一个部分咯，三分的功德，拢爱先交过祖先欠人的，所以咱交落去呢吼，有一个吼合叠合同地啦吼，合同地就是啥？合同地就是讲啊，咱的这个要交给上天的一半，就是咱东江补缴的时阵就缴去哩，另外一半地叠文的吼，咱就是提登咱的公妈遐，跟咱的新民讲者，跟公妈讲者，讲啊，你的后辈子孙哦得对。补缴这个落库，吼、哦！啊，今日这落库地点呢，吼、哦，这个叠文呢，请这个吼、哦、祖先来领收，领收。那最主要就是啥？要给你顾嘛，要给你顾你的钱财。但是祖先那是有欠哦，伊嘛对这部分给你扣三分去。啊，所以咱今嘛来讲吼、哦，有的人吼、哦、呢，咱老咧做事啦，吼、哦，还是咧做西。吼、哦，啊，迄、那个啥，迄个道士那内行的，就会甲你讲啊，这个王者较早有去人下无，有去人斗下无，还是讲有落课有教无？那无，伫即马安尼时阵，拢做一个教教咧。阿爸，恁只子孙啊，才袂欠苦。祖上欠的，恁只子儿是说爱分摊就对，爱去分摊就对啦。啊，所以咱头一届叫做吼教课教到顶，第二届才叫做补课，第三届才叫做添课。啊，咱这不是无稽之谈哦，这是咱的寿星六课内底面，寿星经内底都甲咱交代个足清楚。一个人那命宫，咱的祖源殿啊，你欠天课六课，哈、啊，命数地课拢无行，一概拢唔捌，拢无教。咱即马今日是谁欠课？一欠，趁钱也趁较未来，好、啊，趁钱趁较未来呢吼，就等于讲哦，咱有诶福报就去哦，换累报啊，咱讲。哇！哦，咱的祖先呢，吼，豆豆啊，靠倒转去啊，啊，该行的就对了。咱定讲，咱有得人一输了财产，咱的这个命宫内底有留着咱这个祖源的这个血脉，这个血脉都包括着因果共业，包括着因果共业。啊，所以讲，人爱过来打拼，无唔对，但是不足，咱就使求天地来补哦，会使。但是部分一定爱先回向个祖先，部分吼、哦、啊，咱教堂，咱家己落课。欠人的先缴回去，然后才有补课，后面才有叫做添课，因为这是
足济好朋友讲，正月十五上元天官赐福，咱要来缴库，要来补库，要来补灾库，还是要来添灾库？会使啊？安怎添？即我讲故事，兼甲咱的朋友讲这，互咱的朋友听。正月正是添库补库，或者是讲缴落库，这是正统的上赞的。就是正月份的科仪啦吼，啊，咱的上元天官赐福，赐福天官，自然的对当缴库添库，也是讲补库啦吼，直接甲朋友报告，感恩。做今日的片尾曲，咱下晡是两点半，同款有作息时间啦。讲清书、问书，啊，那是讲身体温度啦吼。啊，新年头、旧年尾，吼、哦，咱有的人讲，啊，都特别高温啊，啊，那搭拄到一挂呢，有诶无诶代志啊呢。啊，这就是吼、哦，咱有时阵啊，逆温流连，吼、哦，到回年诶时阵，拄啊交到好诶，啊，当然咱无差啦吼。交到无好，你会感觉咱有够衰呢吼，那无代无志，啥物代志歹拢丢咱兜。为什么安尼？啊，这就叫高官年啊吼！高官年就是讲每年啊，咱都还未高过，都还未正月初一的，啊，现在温度就开始咧高迈的。所以咱讲新正年头吼，咱不管讲是咧缴落库也好啦，还是讲咧补年运也好啦吼，咱讲不输在起跑点上，每一年咱拢希望甲顾。咱定讲啊，身体无好啊，就是爱食一寡营养来补听，温度嘛是同款的。流连温啊，歹，咱嘛是爱会晓去甲补，会晓去甲顾，安尼自然就大事化小事，小事化平安啦吼。咱的宗旨吼，那唔知影，咱电话甲留咧就好，啊，咱甲敲电话5916045，所以咱必先讲咧吼，咱的年到哦，咱讲点灯祈福啦吼，啊，咱年底啊就要升君，啊，咱若要等个点灯。还是讲，咱要参加拜道，伫过年正月十五以前，咱拢会当按道定啦吼。全家平安运道，还是事业，咱如果增加36道，
啊，咱若要安住彼道，咱嘛欢迎啦吼，咱的道亲，吼，咱母娘甲咱道照顾，教阮也顺利，吼，咱的囡仔自然对，啊，咱讲食头路平安，大赚钱啦吼。来，咱的节目就到这，祝大家吉祥平安，再见，拜拜。